如果没有福德的话，你看你能信能解，做不到，敌不过眼前名闻利养的诱惑啊！你不是不懂啊，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明知故犯，这种人很多，不是不多啊。所以印祖一生提倡因果教育就大有道理。懂因果说，懂因果，这生死问题真是大事情啊！生生世世迷惑颠倒干这个事情，那与一切众生结多少冤业？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是把因果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这真觉悟了，不再干了，下定决心不再干了。我这一生一定要出六道、出十八界。我看到了，我这一步就踏到了。今从这个今时，现在我们从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呢为本经之宗啊，这就是发心跟持名合起来了啊，这是本经的宗旨啊，本经修学指导的原则啊。换一句话说，本宗是净土宗第一经啊，也就是说修净土最高的指导原则就这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正是双曲两家，这个两家是两派啊，古今两个学派啊，他们所主张的啊，把两家合起来了。又复舍归以名号，正与莲池大师之意相契合。啊，发心往生了，往生当然品位越高越好啊，越高越好啊，那这个是在持名啊，啊，认真老实念佛啊，你的品位就高了。这些意思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啊，对自己修学就大有帮助啊。这且此八字然之，则为彻悟禅师之教啊，这八个字把它展开就是彻悟大师所说的四句话，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啊！啊，彻悟禅师说的，老人家是念佛往生净土的，禅宗的大德啊，回过头来念佛。求生净土，这十六个字我们要把它记住啊！真为生死，不再搞生死轮回了。生死轮回苦不堪言啊！我们脱离六道之后，在极乐世界成就了，实在讲不成就也行啊，一到极乐世界马上到十方世界去度化众生也行啊。为什么？弥陀本愿威神加持你，你虽然是凡夫，可是你的智慧德能呢与七地菩萨相等，你是阿惟越智菩萨，只要见了阿弥陀佛啊，你就有
阿惟越致菩萨的待遇，你就取得了。所以你证得阿惟越致，当然更好。普度众生的，没有证得，你有大慈悲心，看到众生太苦了，也行。你应化在六道里面，阿弥陀佛诸大菩萨会常常照顾你。真的在极乐世界证得阿惟越致，阿惟越致是圆证三不退也。在华严经里面，圆教初住菩萨就是他到六道里面来应化，他会不会迷？他不会迷了，因为他见性了。明心见性，怎么可能会退转呢？没这个道理。什么样的菩萨会迷呢？十法界里面，十法界里头，声闻缘觉菩萨佛的四圣法界，到六道里面来应化。他有根因之名化身菩萨没有了十法界里面的 这些菩萨，他只有位不退也，他行有退也，念就不必说了，他只有一个位不退也到了明心见性，脱离十法界，证得圆初住，别出地，不退了。这个地位上，诸佛如来还是加持的，增进他的智慧、道力。帮他一把了，他在那成就教化众生的功德。下面说是越智前面是展开这悟大师所说这四句话。越智呢，则为藕益大师所倡导的幸愿之名欧益大师讲这四个字简单的这四个字应供老法师我们净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大师一生受持。你看在文钞里头，他常常叫人幸愿之名，求生净土他老人家的心传呢传法了十六个字，顿轮净分，行邪存诚，幸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十六个字是印祖一生的心志十六个字把它说透了。弥陀要解，以幸愿持名为宗。民众论用这个阿弥陀经呢，藕益大师要解里面就是用幸愿持名。因为弥陀经跟这一部经是同一部大本小本所以指导原则是相同的。底下说并云
信愿持名为一经要旨啊，这些话都是欧益大师讲的。信愿呢为慧心，持名为行心啊，这里头得生与否全有信愿之有，品位高下了全有持名之深浅。这两句话说的太好了啊，这是净宗修学最高指导原则。故慧行为前导，行行为正修。信愿呢，我们在讲解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什么是善根呢？善根就是能信能解。这是善根。什么是福德呢？福德是能念，你真干真的持名。因缘那是你的外面的助缘的环境。你遇到这个法门。遇到修学这些法门的善知识。他们来协助你，这是外缘。善根福德因缘这三者具足，决定得生。这个三者缺一个都不行。你有福德，你有因缘，你没有善根，遇到怎么样呢？不相信。也没有办法理解它。所以这个念佛的愿的时候你发不起来。求生的愿。如果没有福德的话，你看你能信能解做不到。敌不过眼前名闻利养的诱惑。你不是不懂。诱惑的力量太强大了。明知故犯，这种人很多，不是不多。所以印祖一生提倡因果教育就大有道理。懂因果说，懂因果，这生死问题真是大事情啊！生生世世迷惑颠倒干这个事情。于一切众生借多少冤业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是吧？因果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了，这真觉悟了，不再干了，下定决心不再干了。我这一生一定要出六道出十八界，这因果的力量那你就会真干了，那真感就是大福德了，无量的福德了。行行为正修了。念念不离阿弥陀佛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跟阿弥陀佛相应了。如莫足比喻。这是个比喻，比喻话好懂。我看到了，我这一步就踏到。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然后我们才知道，忏除业障，这是很重要的一桩大事情。忏悔业障啊，怎么忏悔？还是一句老话，放下。不要再把这些垃圾东西放在心上，心地恢复清净了，业障铲除了。业障不除，你的心怎么会清净？底下说，一向专念，本与弥陀本愿第十八愿，甚念彼生之大愿呢？这第十八愿里面的
啊，这一句是从十八愿来的。弥陀应中发十念必生大愿。这是说临命终的时候，说什么样的人呢？一生没有闻到佛法，没有宗教信仰，啊，临命终的时候，头脑清醒，一点不迷惑，遇到善友，遇到一个念佛的人，劝他了，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就相信，一听就愿意，那就真干。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声就往生了。这个十声净念相继，啊，他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啊，十声，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呢。啊，欧耶大师也是从这一愿，为我们说出啊，能不能往生呢？决定在心愿之由。他真心切愿啊，但是他持名念佛。啊，他净念相继，啊，不过时间很短，他能成功。啊，这是与阿弥陀佛的本愿相应。故行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必得往生净土，语言正不退之妙果。语言正三不退。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经中上辈、中辈及下辈往生之人，皆由于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而往生极乐净土。该果觉因心呢，就近方便，全显弥陀一尘月海六字洪名不可思议之威神功德。这些话是黄念公苦口婆心劝导我们，我们的语言具足了，就怕善根福德还差那么一点啊，差这一点没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一生当中把它补足啊，说得更近一点，我在今天把它补足，我们求生的愿望就达到了。如果不把它补足，这一生很可能就空过了。像这种情形，我们自己应当能够肯定，过去生生世世，我们曾经多次遇到。为什么没有往生呢？就是幸运欠缺的这一点呢，没有把它补足，所以还是随业流转了。我喜欢这个法门的，那个法门很重要，还是搞这个。不像古大德了，古大德是先把净土取得了，再搞其他的。啊，你像教光大师，他
他取得净土，他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了，取得了啊！但是他想到《楞严经》的注解有问题啊，古大的这些注解都不是佛的意思，他向阿弥陀佛告假，我把这部注解注好再去啊，阿弥陀佛准许了。你看啊，这个就是他取得净土了啊，也就是说与自己往生不碍事，在这个世间呢住的时间长短可以自在，想早一天去行，能去得了啊，想帮助众生呢再住几年也不碍事，这种功夫行的啊，要不是这种功夫，那我们应当要记住啊，我们取极乐世界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啊！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祖师大德告诉我：“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那个悟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不是一般的悟啊。啊，真正彻悟之后，那就跟佛一样，世间你四弘誓愿里面第一大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你真能做得到啊，度众生对自己丝毫妨碍都没有。啊，众生有感，你就有应啊，感应道交，绝不失实啊。我们在《还原观》里面看到，这念头一起，周边法界，我们感这个念头，周边法界，遍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佛菩萨啊，这个菩萨是法身菩萨。立刻就有应啊！那我们有时候有求，求没应呢？这是不是不灵了呢？不是的，这些疑问是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我有啊，张家大师给我解释，不是没有印，有印，你没有感觉到，什么原因呢？你自己有业障，啊，我们的感，譬如我们的这个波。达到佛菩萨呢，佛菩萨呢有回应，回应到我这边来的时候，我有业障，所以自己没有感受。业障消除了，这个印就非常明显。啊，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感应的事理也很深呢。啊，佛给我们说四种。啊，所以学佛、念佛也是消业障。在经上说，念一声阿弥陀佛，消81劫众罪，啊，生死众罪。
这才知道念佛功德不可思议啊！古大德常说：“念经不如念咒，念咒不如念佛。”啊，我们念佛为什么消不了这业障？我们的心不清净。我们的疑虑没断啊，所以有怀疑，有夹杂，而且也常常间断，所以佛菩萨的应呢，我们就很难感受得到了。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然后我们才知道，忏除业障，这是很重要的一桩大事情。忏悔业障啊！啊，怎么忏悔？还是一句老话，放下。不要再把这些垃圾东西放在心上，心地恢复清净了，业障铲除了。业障不除，你的心怎么会清净？啊，蓄势精神，业障习气，蓄势是习气。通通要放下，换句话说，不要再去想了。不但是过去了，已经过去了。记住佛的话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是虚妄，你念它干什么？你想它干什么？啊，你念它有造业。你想他也造业啊，身口没有造业，你意在造业，意业不断呐、啊。身口造业有断的时候啊，睡觉了，身口不造业了，可是意还在造业，这你念头不断了。换句话说，你还是所谓的牵肠挂肚的太多了，你放不下了。啊，现在要知道，要想了生死，要想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佛菩萨好，非常羡慕，希望我也能当佛菩萨，那你就得真放下。啊，你当不上佛菩萨，是因为你没放下，放下就当上了。诸位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德？念佛是真正福德。你一天到晚佛号不断，大福德人呐、啊！啊，为什么是大福德人？往生世界这个福德还得了吗？不是大福德，你怎么能往生啊？这个法门是阿弥陀佛以果决心。就近方便教导我们呐、啊！啊，跟一般普通法门不一样，普通法门是因地行，求果地求，所以它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上提升的。啊，从实心到实住。实行实回向啊，圣地等觉妙觉是这么样升上去的啊，因心果觉这个不是的，这是果觉，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果觉
啊，果觉心作为我们的因地心，因果不二啊。所以我们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德号啊，就成了阿弥陀佛了。他的真正的依凭啊，依靠凭据是什么？自信弥陀，唯心净土，就凭着啊，阿弥陀佛，西方净土从哪里来的？自信所生所现的。我们今天用自信来念佛，所以就超越这些层次了。啊，41个阶级不需要了，顿超就成就了。全贤弥陀一尘缘海，六字红名，不可思议之威神功德。我刚才说的都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些理事我们要能真心，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那你不相信，他不相信，这正常现象，要不然怎么叫难信之法呢？菩萨难信，声闻缘觉难信，哎，有时候凡夫倒信了。那凡夫能超越声闻菩萨吗？当然超不了。他为什么能信呢？过去生中曾经学过这个法门。阿赖耶识里头有净土的种子。哎，这一生遇到了，把过去生中种子又翻出来了。如果没有这个因，不可能的。啊，无论初学怎么样的艰难，学个10年、20年、30年、50年，真性了，那是阿赖耶的种子翻出来了。如果是久远界限学习的，这个阿赖耶是种子埋得很深的。啊，语言殊胜。啊，有善友。有顺境帮助你。啊，你过去叙事的这个种子啊，一定能显现，就接上了。这一接上了，哎，也许在临终时候一下翻过来了，哎，那一接上就行了。临终十念，他往生了。啊，他往生什么品位？是下下品。很难讲啊，下下品是多数，也有上上品的少数。啊，这与过去生中修学有关系啊，绝对不是一生成就的。又一向专念者，古云上敬行受啊，下至生念。啊，向上数，净行受，指从
发心念佛之日，终身念佛。从真正把净宗搞清楚、搞明白了，完全接受了，这就开始老实念佛了。啊，活一天念一天，这叫净心咒啊！啊，直至命中之最后一念，此乃其上者。其下者呢，未能即死，或因张仲，或以四凡未下多念。这是讲的福德，诸位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福德。念佛是真正福德，你一天到晚佛号不断，大福德人呐！啊，为什么说大福德人？往生世界这个福德还得了吗？不是大福德，你怎么能往生啊？一天到晚念这句佛号，把你那个品位是越念越高。啊，十六观经里面所说的，你将来往生那个莲花的时候越来越大。啊，极乐世界样样都相同，只有莲花不相同。为什么？每一个人念佛的功夫不一样，啊，莲花大小不一样，莲花光色不一样。啊，所以极乐世界人看得很清楚啊，这个莲花人还没来啊，先看到莲花，在七宝池看莲花，看这些来，哎，哪个人念佛功夫不错，哪个人念佛功夫差一点，他们在那里都看得清楚啊。啊，莲花大，莲花光色好，肯定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很快。啊，功夫用得深的，这个世间波浪太大，头出头没，生生死死，是苦多乐少啊。但是要修行的时候，这地方真是好修行啊！啊，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考验你的功夫，决定不生烦恼。顺境里面没有贪念，要把这个心断掉。逆境里头没有怨恨，换一句话说，在顺逆境界里头，无论是人事环境是物质环境，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不必提，清净平等自然就觉了。那经上佛告诉我们呢，在娑婆世界修行一天，抵得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这世界不错啊，这世界能让我们快速成就啊。那到西方极乐世界成就缓慢的，这个地方快速啊。西方世界好处就是它寿命长，无量寿啊，没有个人之名，一生成就。这个世间波浪太大，头出头没，生生死死。啊，这苦多乐少啊。啊，但是要修行的时候，这地方真是好修行啊。啊，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考验你的功夫。决定不生烦恼，顺境里面没有贪念，要把这个心断掉。逆境里头没有怨恨啊，换一句话说，在顺逆境界里头，无论是人事环境是物质环境，
修什么？修清净平等，觉不必提，清净平等自然就觉了。这个与法相中转摄成智这个道理相应。相宗跟我们讲，转世成智，六七因上转，五八果上转，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那是清净心；转第七识为平等性智，是第七识。不分别了，平等就现前了。觉是果上转的，所以我们要重视修清净跟平等，就是转六七识。六七转了，第八跟前五跟着就转我们用什么方法转呢？就用这一句佛号。在顺境里面才有一点点贪心念头起来，阿弥陀佛，就把这个转到阿弥陀佛去了。逆境里面呢才有一点点怨恨，阿弥陀佛，全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个法子妙。所以祖师大德常说是暗合妙道。没有看到好像这个再转的时候，其实他真的转了。这个佛号一句接一句不让他间断。声声佛号里面没有怀疑，没有夹杂。功夫纯呐。这下面说，则于每日行十念法，业伏于一向专念。这个十念法是祖师大德他们说的，于工作繁忙的时候，事物都没有时间去念佛。也没有时间做早晚课，你就用十念法，早晨起来洗脸漱口之后，面向佛像，没有佛像呢面向西方，静一口气为一念，一念呢不拘多少，一口气，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一口气叫一念，念十口气，一生不间断，也叫一向专念。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我教同学是另一种十念法，十声佛号。用这个十念法，时间就更容易去做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念十句，一天呢九次，早晨起来，洗过脸漱过口念一次，晚上睡觉之前念一次，这两次了，每一天三餐吃饭的时候，念十声佛号再吃饭，这就三次了，这就五次了。那么你上午上班，下午上下班，上班至这个工作之前，坐在你的办公桌上念十句再开始。下班的时候呢，工作完了之后念十声佛号再离开你的座位。上午下午四次，一共九次。念字在字啊，虽然很简单了，时间一分钟就够了。非常有效果。
啊，为什么呢？时时刻刻你都想着佛。啊，用这个做定课，其他做散课。散课什么时候想到你什么时候念？啊，这一天九次，一次十句佛号，用这个做定课。啊，真不浪费时间的，不耽误工作啊。这个法门实在是非常的方便啊，是这都是与符合一项专念的。是更下则如观经所说，恶孽之人临于命中得领圣教，至心悔改，十念成名，亦得往生。古云十念必生也。这是观无量寿经上讲的。生我无逆啊，这种罪业呢，这经上讲的堕阿鼻地狱大恶不赦啊。他在临终的时候要是遇到个念佛人劝他念佛，他真心悔改，能做到真心悔改呀，那是他过去生中的善根显现了，这一生没修善，是我无逆，临终回头啊，真正悔改念阿弥陀佛，念十声断气了，也能往生。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说的。这个法门太殊胜了。啊，下面老居士给我们说啊，行者应知，这个相信念佛人一定要知道，一向专念呢，只从初发心念佛一直到临终最后一念，这叫一向专念。而且关键呢是在最后啊，最重要的是在你临走的那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你才是往生啊，临命终时最后的一念是阿弥陀佛，所以助念就很重要啊。啊，重要在哪里？助念就是唯恐他最后一念忘掉了啊，我们用这个方法提前啊，让他最后一念是阿弥陀佛，他就决定往生啊。不管他这一生呢念佛的功夫怎么样，最后一念太重要了啊。人在最后一念往往没有把握，烦恼习气即现行啊，这个机会就失掉了。念佛念一辈子，到最后一念他心里有牵挂也不行啊。这些事情我们都是亲身看见过的。送往生，这个人快要往生的时候，最好他的家亲眷属他的儿女不要让他看见啊，那看见他就动心，这一动心就坏了啊，所以让他的佛友啊，念佛的同学来照顾他，来送他往生啊。他往生之后，家亲眷属再进来，
啊，下面举这个例子，如上说恶逆之人啊，就是施恶无逆这种人，舍身念佛，他只念舍身，第一身是粗念，第十身他命中了啊，这也算是从初发心直至命中，均在念佛。这个人的大福福报太大了，一生作恶，临终遇到善友，啊，他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本来要堕阿鼻地狱的，从阿鼻地狱你看看，把他送到极乐世界去做佛去了。所以他符合一向念佛的宗旨，太殊胜了啊！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啊。这个事情是有，很难得，很稀有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我现在做点坏事还不要紧，临终我还有办法，我还来得及啊，那你就错了啊。起这个念头那是无比的恶念啊，要钻阿弥陀佛这个本愿的漏洞啊，这个是太可恶了啊，这是决定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个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啊，人要老实，要诚恳啊，不能有一个恶念啊，有这个恶念就不好了。说反之呢，如有人念佛数十年，或于最后阶段轻视持名而改行他法，或于临终啊不行极乐而念世间。未能念佛，是则不明一向转念。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得很多啊，真有，不但有很多啊。到临命终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世间有留念，最大的留念是亲情。习气最重啊，所以古无大德在《赤宗须知》里面告诉我们，就是送往生啊，送往生，这个人快要往生的时候，最好他的家亲眷属、他的儿女，不要让他看见。那我说看见他就动心，这一动心就坏了啊，所以让他的佛友啊，念佛的同学来照顾他，来送他往生啊。他往生之后，家亲眷属再进来啊，而且一般断气之后八个小时，家亲眷属才可以进来，他神识离开了啊，怕扰乱他了啊！真正往生一断气就走了，那往生快呀！啊，有的人凭助念啊，他断气他并没有走啊，他灵魂还在这个身体的附近，这个时候这个念佛的功德是非常非常之殊胜。啊，让他声声都听到佛号啊，最后跟着佛号走了，这个好啊。要知道念佛送往生的很多
许许多多往生真是要靠念，靠助念啊，所以助念要如法啊，要不如法就麻烦就很大。他说譬如这个茶杯盛的是醍醐啊，满满一杯醍醐，醍醐是最好的饮料啊，里头有一滴毒药啊，就那么一滴，你这一杯醍醐就全部都变成毒药了啊，你喝一口都要死亡。这就说什么呢，你99%的信心啊，当中有一分是疑，那就是一滴毒药，就把你99%信心破坏掉了。何以念佛？何以有如是功德？疑，这个疑是根本烦恼之一啊！根本烦恼有六个。贪嗔痴慢，下面就是疑啊，最后是恶见。啊，恶见呢就是思惑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合起来叫恶见。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菩萨不能开悟，不能见性，念佛人不能往生，都犯在这个字上。啊，那就不是真心呐。啊，信心不到位呀，不是说你没有信心。啊，100%的信心没有疑，99%的信心还有一分疑，那一分疑就是严重障碍，就障碍你不能成就。你说这个事情麻不麻烦？我们过去听老师讲很难理解，老师给我们举例子啊，他说譬如这个茶杯盛的是醍醐啊，满满一杯醍醐，醍醐是最好的饮料啊，里头有一滴毒药啊，就那么一滴，你这一杯醍醐就全部都变成毒药了啊，你喝一口都要死亡。这就说什么呢，你99%的信心啊，当中有一分是疑，那就是一滴毒药啊，就把你99%信心破坏掉了。比喻的好啊，啊，让我们真正能提高警觉，对经教不能怀疑，对佛菩萨不能怀疑。对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不能怀疑，那有一点点怀疑就障碍你的成就。
是真心啊！你看这经上讲真心愿，真心切愿，这个功德了无比的殊胜。因能念所念呢，皆是实相故。啊，这是念功为我们解释。啊，念佛为什么有这么殊胜的功德？啊，能念是决心，所念的是果佛。因果相应的，啊，决心不迷啊，是实相啊，果佛也是实相啊，所以他功德不可思议啊！念佛呢，临终啊，无力施恶，临终是念佛的往生。从阿鼻地狱他就成佛了啊，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约智菩萨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